需要带来就是黄一飞的一百万。超过一百万是我的啦。是要是要机长决定赛啊，这够专业啦。怡静，我觉得你的整个人非常的有特色，跟非常有魅力。我非常希望你能够来参加超六的比赛。我觉得你是我看到，我认为未来非常有机会成为一位非常棒的创作艺人，加油！耶！谢谢谢老师。但他很紧张，你非常紧张，对不对？对，非常紧张。他说紧张快哭了。其实我紧张就是他的特色。你有紧张吗？还是假的？我真的蛮紧张的。你摸我心脏。我摸你心脏，你帮我摸摸他心脏好不好？不好吧？你量一下脉搏就好了，手啦，脉搏。有很紧张吗？很快有哈、哦，真的是谢谢华佗哈。怡静，你有常常让人家摸你心脏吗？我觉得怡静你是一个怪怪的女生哎，很可爱啊，我不是要是一个鸟鸟的男生，怪鸟二人组。其实怡静你很自然，很吸引人，很独特，很怪，真的，我觉得你的弹法，吉他弹法跟大家都不一样。你这是很难得这样弹，与众不同。你不太会弹吉他，但你弹得很有 style。我觉得你很有一种古灵精怪的想法。你写的歌词我们也看不太懂，但是我觉得你是一个活在自己世界，然后偶尔会给人家摸心脏的女生。就是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，你是一个很大胆。然后我们说你开个玩笑说你们两个很合，你又开始唱 Loving You 了。所以我觉得你是一个蛮。特别的女生很投入啊，你很活在自己的世界，而且你的世界是一个很充满色彩奇异的世界。他这是鼓励你哦。真的吗？谢谢老师。但是我觉得你的创作才华跟你的唱歌的功夫非常棒。我觉得你唱歌最棒的地方是唱歌好松好自然。但是要今天也还不错，就是你很想拿到100万，你不如跟他借吧。但是我的意思说他没有，你没有，对，他说他没有，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都蛮有风格，也许你们私底下可以切磋一下，两个都可以激发一些创意哦。我有100块，
我也有，好自然哦，好自然哦。还有谁？国华老师吗？我觉得很称赞你的编曲，因为刚刚国文老师说你不太会弹吉他，可是我觉得你的编曲非常有意思，就是你当你要唱歌，你的吉他会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所以我只要听到你那个噔噔噔噔，你就是准备要唱歌了。你知道这个以前只有吴梯姐金刚会做这个事情，但是现在你做的这个非常的成功，所以在音乐的编曲上，我真的非常的认同你，非常的特别，非常喜欢你，希望你可以来参加比赛。我觉得施耀今天也非常棒。因为这首歌就是一个白日梦幻想，而且你那个吉爸爸的表情实在是太经典，吉爸爸。那是我有吉爸爸，吉爸爸。朋友啊，那超为吉爸爸是歪了。很好。所以其实是要你现在慢慢找到你的定位跟你的唱歌的态度，我觉得非常好，继续鸟下去好不好？谢谢老师。第五组来看两位的分数，从听完高手詹怡静的分数看起，请下，加油。很紧张的詹怡静，四三了，43.9。天哪，龙轩老师出现9分呢，两位老师8.8分。你要哭了吗？我吓疯了，43.9哎！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哦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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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翁思耀的分数，请下。42.9，分数也很好，也很好，也很好。那握手喽，还是要拥抱？都握手，哈。拥抱吗？还是握手？拥抱，拥抱。请问你们要跳多久？请问，哎，老师好老了，我跟你讲，音乐不停，他会把整首歌跳完，哎，对不对？我们再度恭喜詹怡静获胜，谢谢怡静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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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笑，哎呦，太好笑了。他真的是疯了，真的，哎，这是天才耶！他搞到我的脸要去打肉毒了，真的，这出现一位天才耶，太有趣了，哎呦，笑死我了，冷面笑匠。第六位，一鸣惊人，请出声。I'll be waiting for you, here inside my heart, I'm the one.这位踢馆高手的精彩演出即将让评审团罕见的给予最高评价，而且我觉得你唱歌我写下的8个字，我觉得气宇非凡，谁与争锋，他唱的比我们现役的歌手都好。超五选手谁将面临他的挑战？请问你要指定一位谁？